下面呢，我们讲第四个，叫做心阳虚症。那么心阳虚症呢，什么叫心阳虚症？就是心阳虚而产生的这种症呢，我们称它为心阳虚症。或者你说是因为心阳不足，阳虚生虚寒而产生的这种症，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书上写的就是只是说把有一些主要的症状再加进去，或者叫把主要的症候再加进去。那么这个加和不加其实没有太大意义，关键是你要理解什么叫做心阳虚症。那么心阳虚症是里症，是虚症，这没问题。那么它是寒症还是热症呢？是寒症，因为阳虚它会生虚寒，所以叫心阳虚症，它是一种里虚寒症。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。如果说我们一个病例拿出来给大家去辨证，我们先采用八纲辨证的方法，然后再做脏腑辨证，那么你用八纲辨证辨出来结果，它就是应该是一个里虚寒症。然后再进一步定位的，它定位是在心，只要是心的里虚寒症，那就是一般来说的就要考虑的是可能是心阳虚症。当然后面还讲到一个叫心阳虚脱症，它可能也是属于里虚寒症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只要是心的里虚寒症，那么你就应该考虑到心阳虚。心阳虚同样的呢，它也可能有两个原因引起，一个是生成的不足，一个是消耗过多。生成不足同样有先天和后天的这个差别，是吧？那么消耗过多呢，除了刚才讲那些原因之外，因为寒，所以它应该是寒邪或者阴邪啊，寒邪久留，它这个停留在人体里面，寒邪久留会什么？会啊？你们这句话应该是在《中医》里面学过是吧？叫寒为阴邪，易伤阳气。所以寒邪侵犯人体时间久了，它如果没有马上的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以后，它就容易损伤阳气，所以这也是导致阳气耗损。再比如说年老体弱，是吧？这个阳气也会亏虚啊。所以老人家一般来说比年轻人要怕冷啊，这都是属于消耗比较多的一些。那么心阳虚症呢，实际上它的临床表现呢，也可以套用刚才讲的，一个是有阳虚的表现，一个是有心的表现。阳虚有什么表现呢？啊，气虚再加上寒的特点，是不是啊？就有冷的特点。这个寒的特点我们刚才讲它有冷白湿润静，除此之外我们经常用四个字来概括，比如说叫做形寒之冷。什么叫形寒之冷啊？我讲过好几次啊。什么叫形寒之冷？形寒之冷是如果讲视诊望闻问切是靠什么诊发现的？什么诊？望诊和切诊，是吧？触诊也好叫切诊，一般我们不叫触诊，我们叫切诊。西医叫触诊，叫视触叩听，我们叫望闻问切。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学习的时候呢，经常看到这四个字，就是你看书啊，看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东西，都经常看到形寒之症这四个字，因为这是寒症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很主要的症状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去看中医医生写的病例里面呢，几乎见不到形寒之症这四个字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我们有一些医生
他并不理解什么叫形寒之症，只是书上念了形寒之症、形寒之症，所以到临床上呢，不知道什么叫形寒之症，所以他对不上号。其实一个人进来，如果今天衣服穿了很多，我知道，假设今天李老师来的时候也是穿了棉衣，在毛衣进来的时候，你们肯定第一个印象说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冷？为什么你知道我很冷？因为我走进来的时候，让你感觉到我是怕冷，这叫做形寒，就看起来寒。那么什么知冷呢？其实刚才同学讲的是触诊药，叫切诊药。你在诊脉时候手摸过去，他手就冷冰冰的，那就叫做知冷。所以形寒知冷不是病人告诉你，医生啊，我形寒知冷了。如果我们拿着书去对，指望病人告诉我们他形寒知冷，我觉得永远都找不着。那么心有什么特征呢？心我们刚才讲叫有心悸，有失眠。那么失眠主要是因为心血不足引起的，所以失眠在这里呢不是一个主要症状，主要是心悸。什么叫心悸呢？我们前面在讲到问诊的时候讲到心悸，心悸呢提到心悸分成有惊悸有怔忡，轻的叫做惊悸心悸，严重的叫做怔忡。实际上心悸呢这个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的，有一些病人他会表述就是说叫心慌啊，心慌在中医来说也属于心悸的一种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，就是有时候的要是有时候你在很认真在看书或者面向里面的时候，一个同学后面来给你抖一下，嗨，然后你就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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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感觉就叫做心悸，或叫惊悸。那么有一些人他没有人喊他的时候，他自己一阵一阵会咚咚咚咚咚，然后心跳得很厉害，所以也叫做心悸。福州人叫做心安爱变，就是心悸。厦门人叫做心刮到破破静，就是心悸。泉州人叫做心刮到破破吹，就是心悸。那么有这些心悸特点，再加上有气虚和寒的特点，那么这就叫做心阳虚症。当然，因为心阳虚是在心气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，所以它表现出的症状可能会更严重一点。比如说，他这个心悸可能他就会有怔忡。有的人呢会甚至会感到心痛啊，或者心胸憋闷。气很憋，好像透不过气来，胸闷。这个心痛呢，我们曾经也说过，心痛它有叫做真心痛，是吧？有的心痛它不是真的心的问题，就有的病人胃痛它会当作心，叫做民病胃脘当心而痛。就是这个心口痛他认为是心痛，实际上是胃的问题。那么真正的心痛经常是在这个地方痛，这个叫心痛。那么有的人觉得胸部这里有个压榨感，这种感觉，这个是叫心痛，或者胸闷憋闷。那么更严重一点，当然他还可能出现一些什么，就是一些像口唇啊会青紫啊，因为影响到血液运行，产生血液运行不畅，那个后面我们在心脉闭阻的时候呢，我们还会说到，主要是有可能会出现胸痛或者心痛，心胸憋闷。但是作为我们要求大家掌握的话，就是要记住，它就是有心的特征，以心悸为代表，再加上有阳虚的表现，这个就叫做心阳虚症。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心痛，可能有一些人有心痛，但大部分人可能没有心痛，所以心痛不能作为诊断心阳虚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症候。我们要讲的心阳虚基本的症候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它有
阳虚再加上有心的特点，那这个心特点可能在张三表现出来是心悸，可能在李四表现出来它可能是心痛。那么心阳虚症呢，它就要补心阳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就讲了这个气血阴阳四个虚症都说完了。其实在五脏的症里面呢，气血阴阳四个都有的也就这么一个心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，咱们学习的时候可以按照这个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这种模板呢、来理解中医脏腑辩证。下面讲第五个呢，就是心阳虚脱症，以前呢叫做心阳暴脱，现在叫做心阳虚脱。英语里面翻译的时候，我们就翻成叫做 sudden collapse of heart yang， sudden 突然间的这个 collapse 崩溃倒塌，这阳的突然间倒塌就是 sudden collapse of yang， 就是叫亡阳，所以 heart yang 就是心阳的虚脱，心阳暴脱。那么什么叫做心阳虚脱症呢？那你可以套用说是心阳虚脱的症，那叫心阳虚脱症。那么如果你要讲的更具体，因为这个有点特殊，是指心阳虚衰啊，阳气的郁脱，或者叫做心阳虚衰而郁脱的这种症，我们就称它为心阳暴脱症，或者是叫心阳虚脱症。就是心它的基础是心阳虚，心阳虚衰，然后呢到了一定程度，特别是在有一些有因的时候，原因有化以后，它就出现了这个阳气的要亡脱或者阳气暴脱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我们称它为心阳虚脱症，或者叫心阳暴脱症。它既然是心阳虚基础上发展而来的，所以它同样的，它和心阳虚一样，它都是属于里虚寒症。所以心阳虚脱症也是里虚寒症。那么它什么原因可以引起呢？因为它是由于心阳虚而进一步发展而来的。那么心阳虚刚才讲的，它有先天的一些因素，后天的失养，就是生成不足和耗损过多。那么这两个因素导致的心阳虚这么一个基础，它怎么产生暴脱呢？那经常因为两个原因引起，一个是寒凝寒邪，阴寒之邪，因为阴寒之邪突然间天气转冷，寒邪侵犯人体，本来阳气就虚了，然后突然间寒邪侵犯人体的时候呢，它就可能会产生心阳虚脱。第二个是痛，这个疼痛呢，痛完以后也会诱发这个心阳的虚脱。第三个呢，可能是各种原因导致的出汗，这个出汗有的是疾病过程中出汗虚脱，也有一些是我们医生用药引起的。我们有个病人，比如说这个病号，这个是心阳虚，假设是一个病号，是从西医来讲可能是心脏病啊、心衰啊什么一个过程，然后这个病人呢他感冒了以后呢，这个医生呢没有去考虑到这个病人本身原有的这些疾病，他就简单的用一个发汗的药啊，这个药当然包括西药也包括中药，又有很多解表药都是发汗的，像麻黄啊，像等等。那么用完以后汗出了很多，汗出很多叫做阳水汗泄，阳气的跟着这个汗就跑走了，那这样子呢就导致了心阳的虚脱。所以临床上呢，作为一个医生来说，我们在诊断治疗过程中一定要非常谨慎，不能就事论事，一定要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。我们在这个临床经常碰到有的病人是这么找医生的，他说，医生啊，
我有心脏病，我在某一个地方某个地方已经看了啊，吃了什么药，也挂瓶啊，打针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，这里就不要紧了。然后今天我找你呢，我主要是这几天不小心感冒了，所以你就给我看一下感冒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的这医生如果不是从整体观念出发，你就按照他说的，哎，我就你是感冒吗，我就给你按感冒治疗，我就给你开一个解表药，比如说你同学刚才讲麻黄汤，那么开一下，结果呢病人就可能因为出汗太多就产生了心阳虚脱症。这就是医生的过错。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跟病人讲，中医看病他强调的是整体，要从整体上来看，而不是简简单单就是因为病人说告诉你，哎，我是感冒，你就看感冒，你就不管他原来什么病，会或者会有什么情况，这是不行的。我们再说的更远一点啊，就是我现在有些观点啊，有的人问我说，医生，我这个找你。开完中药以后，西药能不能一起吃？我一般都跟病人说，原则上可以，但是呢，不要同时吃，就是不要在吃中药的时候同时吃西药，因为我不知道中药跟西药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，就是没办法讲，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两个药它到底会产生什么样。但是西药它这一整个治疗。人家是按照西医的诊断这个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，他这个就按照这样去治疗，我们就按照他在服西药过程中出现的这种症或者叫这个状态，我们去调整它。但是如果一个病号告诉我说，医生，我现在因为刚才到二楼找了吴教授或者是王教授，我开了一个治什么什么病的一个中药，然后又到了一楼又找了张教授开了治妇科病，那现在找你开。我就会告诉他，中药不要这样吃法，因为这些药本身，你说他如果开三种药，这三种药混在一起怎么办？会成什么样？我们是了解的。比如说这个病人本来应该要补气，结果你开的是清热解毒、清热泻火的药，那当然这两个药合在一起吃，至少说我不讲它会产生什么新的反应，但至少它的作用就会被抵消掉，所以你就要告诉病人说，哎。中医讲的是整体观念，所以呢，你要不就是你就是谁给你开药你就按照他的去吃，要不就是你把其他药都停下来吃我这个药。就在前几天嘛，就是五一节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人家介绍找我看，是一个肿瘤的患者。肿瘤患者以后呢，他我帮他，因为他家里研究完以后，他决定说他们不再做放疗跟化疗。他就是想用中医治疗，那这是病人家属和病人自己定下来的东西。那我跟他治疗了40天左右，那么情况就他自己病人觉得是不错的，他家属也都挺高兴。那我就出差去，我也不在，然后就刚好的北京某某地方有一个教授，听说是治疗这个专科，来到他们那个地方，他就请他看，那教授就给他开了一系列的这个中药，也包括用一些中药，所谓中药做的这个制剂去打针的。然后治疗半个多月以后呢，总的来讲有没有好我不知道，但是病人觉得很难受，就痛啊，到处痛，而且人觉得很不舒服。然后他最近是一个症状，就是一直发烧就来找我。当时的我就认真问完以后，因为我不想，我们不能说人家开的就怎么样，这个各个医生他理解，也许他这方法比我的方法要好。那他就说，他说能不能这样，就是我现在把他那医生那一个疗程还有十来天药吃完以后，再来请你再帮我开一个药，行不行？那你说我该说行还是不行？那我只好说，那可以，都是朋友嘛，也是为了帮助人家。我说那可以，你什么时候觉得需要的时候，你再来找我嘛。然后后来他又说，那现在他母亲一直发烧，那个
医生又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？我说那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一下，我先开个药解决一下这个烧，至少因为你一发烧人觉得难受，然后吃不下饭啊什么，然后就情况就走下坡很快。那我先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一下，你整个人轻松一点就好一点。他说那我本来也是这个意思。我说那对不起，如果你要叫我给你开这个药，那么你首先把那个药，这几天至少你在吃我的药的时候，这几天你必须停下来。如果你一边吃我药一边又吃他药，那这个时候这个是不能做的，因为药吃进去会互相影响，因为他开的药跟我药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是同样的药，他可能加重他的这个药物的这个用量太大，副作用就会加大。如果用量不一样，可能互相抵消也不合适。所以呢，我们讲治病有时候啊，真的要注意一些问题，要从整体上去考虑，不要随便乱吃。所以呢，这些原因都可能导致呢，就是阳气爆破。那么说到这里呢，就是说更直截了当一点说，实际上的心阳虚脱症就是亡阳症。同学说是心的亡阳症，对不对？对。但实际上就是亡阳症，因为亡阳症在五脏里面也就出现这个地方。所以实际上是用病性辩证或者八纲阴阳辩证的方法，它辩出来结果叫亡阳症。用脏腑辩证辩起来就叫做心阳虚脱症，就是好比说你们说这个李老师啊，你如果从他的专业去看他是中医，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去看，从职业去看他是教师，这样说的是同一个东西，说的都是李老师。从八纲或者从病性辩证他是亡阳，如果从脏腑辩证他就是心阳虚脱。所以亡阳你们学过了，所以你们就可以把这一套的表现搬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了。有什么表现呢？一个是亡阳的表现，比如说大汗淋漓，四肢厥冷啊，这个呼吸比较微弱，语声低微，脉微郁结，这些都是亡阳的表现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他可能都要讲了心的表现，心的表现，那可能有心悸啊、怔忡啊，或者心痛啊等等。实际上有没有心悸、有没有心痛，都可以诊断为心阳虚脱症。因为大汗淋漓本身也是心阳虚脱以后才产生的大汗淋漓，所以呢，心的特点有和没有，都可以诊断为心阳虚脱症。我这句话说的明白了没有？因为亡阳就是心阳虚脱，这两个是一个东西，它不是两个。所以亡阳你前面怎么学怎么讲，后面就是什么样子。